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凯岸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凌云诺最新的手游，旭哥来做最新的攻略啊。那这一集攻略，旭哥要分享这个游戏的梯林神角推荐，那这个最全的礼包码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，开局最爽的福利、最强的福利都在这边。那开局可以拿到这个神装、神角，还有大量的转蛋券，还有元宝。所以大家可以跟着旭哥一起爽爽的领起来啊，统统都领起来吧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这个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那开局的话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这个游戏很精美的前置动画，有没有？其实画面还蛮不错的。那大家可以仔细看完，那旭哥就先跳过啦。好，现在就可以选这个妹子，或是选这个想要选帅哥也可以。那听说这个游戏呢，妹子很重要，那所以旭哥就选个妹子好了。看一下妹子，开局选个妹子，好，就用妹子开局一下好了。有没有妹子很香啊？这个游戏听说是比较女性向的这种游戏，我们再看看有多女性向啊！凌云馆画风其实真的还不错哎，感觉是蛮用心在制作一些这种细节的。好，妹子，点击此处可进入凌云馆。凌云馆是不是要来刷手抽啊？姑娘，请随我一步入内，点击席字。哦，那席字啊。凌云馆内的笔墨。哦。谢谢你们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去安顿一下。哇，妹子啊，哎，这个很美，她的人真的还蛮美的。楚堂，这个游戏的人设不错。妹妹，你等我一下。好、啊，可以换一套衣服，哇，要换衣服啊，香啊！可以帮妹子换衣服，就是香。大家觉得哪一套比较好看？看另外一件。哦，哎，这件不错，有点低胸的。好，我要旭哥要这个低胸的比较香。那他的这个人物的动画也做得好美啊，还有这个很细部的这个动画的细节，哎，这个很用心哎。学是为了让你嫁入高门。哇，比旭哥想象中还用心很多。哦，帅哥，帅哥来了。这种古风的游戏好像最近也蛮夯的，《千霄凌云》、《晴空一》。哎，前往梅树下，好，有了有了，现在有新的功能了，可以晋升了。翰林院士开口，姑娘请。玩法好特殊啊！加翰林院士者，然后还可以考试这样。下里，请选择诗词中空缺的字，完成作答。选择第二个字，点击此处。哦，考你的国文啊，各位。你要这样吗？好，五十分。御令到。还有御令。晋升成功到九星啊！恭喜姑娘通过。哎，其实还蛮有趣的玩法。OK， 去。好，那旭哥就来讲这个游戏呢最全的礼包码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那么首先的等级呢，必须要先到达这个十一等，所以主线必须要先冲一下。然后之后这个右上角就会出现这个福利的选项。那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的左下角一个礼包兑换，这边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那我们就来输入这个 S4BFYQYY2M，
S4BFYQYY2M 按确定。那接下来是这个 2UVNYQKKW2 按兑换，这可以拿到这个拜帖，就是转蛋券啊，然后这个瑶光石，还有这个竹令以及小银两包。接下来出这个 P9ULYQU6AV， 咱这个兑换，有兑换成功了，那一样有大量的转蛋券，然后元宝福袋，中套的这个经验单，所以这个最爽的福利通通领起来，哇，还有很多银两，不错。那签到呢，每天也可以领到很多奖励，这个都记得先领起来。然后接下来呢，画面的左下角啊，有这个信件，信件有很多奖励，像是有大量的元宝啊、拜帖、转蛋券，还有这个宝箱，开局可以拿到神装啊，宝箱可以拿起来，好，全部把它拎起来吧。接下来呢，公测的奖励一样有转蛋券啊，然后元宝福袋，还有银两包。所以开局就可以拿神装，好用的东西。然后有很多这个转蛋券可以用。好，那旭哥就来讲这个游戏的 T0 神角推荐。那最推的就是这一只啊，木林风输出的角色。那这是有很强力的 AOE 的全体输出技能，黑化技能组。这个听风雨呢，它是一个全体的伤害，而且有攻击力 buff 的效果，范围增益，然后可以降低目标韧性，还可以延迟全体伤害，这样非常强力的输出技能。这个听风雨，那最多呢可以打出啊165%的全体伤害，还有很多这个 buff 啊，像是命中啊、彗星啊、攻击力，所以这个非常强力的输出技能，这个木林风。那其他像是浮云蔽日呢，它有建设的伤害。再来呢，这个宁风啊，可以提高这个彗星，这个彗星值，还有这个攻击点呢，可以提升，最多可以提升到2100的攻击点，还有这个彗星值可以提升1050点。这两就是一只很好用的 T0 神角，长得也蛮帅的。好，这个听风也真的太猛了，这个全体 AOE 真的猛。所以这是 T0 神角，旭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它抽起来。 好，那今天攻略就录到这边啊。开局呢，最爽的福利、最爽的转蛋、大量的元宝，还有这个最全礼包码以及 T0 神角的推荐，都在这集攻略。那大家记得订阅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啦。